再让我回来。我去过的地方，黄石国家公园，我去那里看了最有名的欧菲佛喷泉，但是那里有个缺点，很多大陆客。我看到那只牛，抽大陆客就在那讲说，哎，那只牛100公尺长吧，超级像。这是就在黄石公园旁边的国家公园，其实我原本不知道那是国家公园。去那里原本要经过的时候，然后就看到一大群人停下车来对某样东西拍照，然后就很好奇，然后往左边一看是只熊，然后我跟家爸也就下车去拍熊，然后这个是下面那只鹿是在从黄石公园南下的路途中有很多大草原，然后那是北美洲最快的动物叉角鲸。这是在奥勒冈的国家公园，是全美最深的湖，是由火山然后塌下来变成了活口湖。然后第二次，加爸带我去加州玩，然后那里很有名的就是红块鱼。然后去看了那里第四高的树，没有去看到最高的，因为那时候关门，不让我们进来。然后这是金门大桥，金门大桥，自杀，很多人去那里自杀，因为下面海流很湍急，几乎不可能生还。然后旁边那座岛就是一个监狱，然后是。逃出从越狱绿林，因为旁边海流实在太强了，所以游泳也游不到对岸。史丹佛大学，我第二个加哥读的学校，那个纪念碑上面就有加哥名字，因为我加哥是去史丹佛打棒球，在5年前被波士顿红袜队选入。进入 MLB， 这是它里面的教堂。我去看的运动赛事，NBA， 那场比赛拓荒者队打得不是很好，所以本人的重点都不是在看球赛，都在看啦啦队。那一场拓荒者队输了快30分，看到后面就有点无力。MLB， 第二个红家加巴带我去看的，就是我看过看的第一场比赛，在现场看的，这是跟洛基队打，看他们打了3场，3场全输，可我们走了以后就赢了，左上角那一张就是我跟我家哥一起合照的。还送了一颗铅笔球，我只跟他见了5次面吧，所以跟他不认识。这是第四场比赛是跟巨人队打的，那就是我家吧，然后那是巨人队的主场。在那里看到了，非常幸运，很荣幸的看到MLB。有史以来第22位 perfect game 的投手，然后是拓荒者队无安打无上垒率，没有，不是太空人队无安打无上垒率，看了比赛也有一点无力。最后第9局第一棒打出原本可以看起来像一支安打，结果被中外野手背部接杀，整个落寞。但还是很荣幸能看到某位投手 perfect game。节庆，我有拍照是说圣诞节跟万圣节，万圣节是跟其他2位交换学生一起在家里附近去游水，然后下面是我做的南瓜灯，旁边是我第一个红家，然后是圣诞节，
然后下面那张图是他们叫我爬到屋顶上去装灯，我跟我家就去装灯，超高的，大约有快三层楼吧，我快吓死了。活动，不论这个活动，这是2001年第5100第一次做学生一起相见，还蛮怀念的。然后下面那一位戴帽子的就是我的 country officer， 然后旁边那是跟我一起去第5100的另外一位台湾人，Amy Chen Hua。然后下面除了旁边那位黑黑的，其他都是台湾的，所以有三位去了第5100地区。第二次是我们一起去迪士尼，去迪士尼让我学到了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什么人都可以惹，就是不要惹到日本人。我们有三位台湾一起去，然后有一位台湾好像有点惹到日本人，所以就有一点被排挤的感觉，太可怕了。然后第二件事情是买东西就要跟 Amy 炫一起去。这是第二次聚会，然后那次聚会我们有要才艺表演，然后跳了一段舞，就是右上角那一张，然后也是由日本人主导的。然后旁边那一张是演讲，算演讲比赛，主题是拥抱世界的人们。亚洲餐会，我们在那里煮属于自己国家的食物，然后我台湾就煮春卷，然后旁边那一位在做的就是 Amy Chen， 他只顾着吃。然后去的餐会的时候也有遇到台湾人，他就看到他说这春卷怎么长得怪怪的。然后这是 Zelen 的 Capital， 一个大金人。搬到里面，那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已经回国了，所以开始有点感伤。然后这是剩下来最后的遗留人数，然后非常那时候感觉非常可惜，大约在我去了大约10个月，在第6个月的时候，很不幸的3520的一位台湾学生被可以 return 了，所以我听到的时候相当震惊，也很难过。他的问题好像是跟孟家之间有什么问题，所以要注意一点。谢谢大家。这个照片是去波特兰的一次大游行，是受交换学生拿自己国家旗帜，然后在大街上扫荡。然后那就是我毕业的样子。